今天咱们只有两个内容，一个密码破解，一个正则啊。因为我们昨天学的那个还算是入侵，对吧？那么我们事先要知道他的账号和密码，还有他的 IP， 还得让他配合。哎，这就是最低端的入侵，是不是？其实这个不叫入侵，这叫什么呢？叫远程控制，这叫远程控制。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搞这个密码的啊。其实这个密码破解，现在我们破解密码来说，你真的能破解密码吗？是能的，理论上是能的。对，理论上是能的，你任何密码我都能破。但是目前家用的电脑没有一台电脑能实现。不是慢，慢不是问题，是量太多了，太大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密码破解啊。你的电脑如果配置地，我这个虚拟机，我感觉我今天跑就得跑死它，所以说我基本上我不跑它，让你们跑。跑死了那直接就得强关。讲密码呢，我们要密码我们先说啊。密码我们是有好多数字组合起来的，对吧？我们一般是怎么说呢？就说假如说有什么12345678910，如果我们只是数字的，那么我们的几位密码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要这些数字的什么排列组合？数学上叫排列组合，能理解吧？哎，那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排列，什么叫组合啊？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写00000001，对不对？那为什么能出现这样？我们是排列组合生成的这些值。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先看看排列。什么叫排列？排列，我们来看一下。来，你这还用背吗？对不对？我背，我可能我怕我背错呢，是不是？这不是自己的语言就不要背啊。那么从 n 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m 个元素，那么按照一定的顺序排成一列，那么叫做从 n 个元素中取出 m 个元素的一个排列。其实这是数学上的概念，对吧？哎，最后咱先不看，其实最后叫全排列是另一个概念。那么比方说1234有四个数字，那么它能怎么排列？我想从里边取出三个数进行排列，能怎么排？123124，对不对？或者是取出三个数，取出123了，对吧？那么还有啥？132，是这样吗？啊，那么再写还有啥？213、231，我们先这样写上啊。还有什么？312、321。那么这是几种了？六种。那么你看啊，和我们的概念比，取出 n 个元从 n 个取出 m 个元素，对吧？哎，取出 m 个元素排成一列，那么你看我这不是取出 m 个，取出三个，是不是有这么几种了？现在，那么这样的，你看我们里边有啥呀？这种123啊，132、213、231和312，对吧？还有是不是？那我要取出四个呢？取出124的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先不看它啊，其实说我们去搞它的话是比较麻烦的啊。我们要用代码去生成啥呢？它的排列，用代码去生成它的排列。我们要引入一个库 iterTrue， 这个 iter 用不用呢？艾特见没见过呢？在哪儿？哎，对，
在迭代区呢。它可以将可迭代的对象转成迭代器，是不是这样的？哎，那么这个类，那么我们要生成的是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排列的方式放到一个列表里啊？对不对？哎，这样怎么写呢？那么放到一个列表里，这么写吧。那么我给它变成一个列表，是不是里边我生成的内容啊？就用这个 itertools， 它里边有个 pr。我们要从哪些值里边数生成呢？一二三四吧。你要拿几个数的呢？假如说我们要拿三个数的，行吧？要拿三个数的，我看看我们能生成多少个。My list， 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再推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对我们的推理，看对不对啊？我们刚才推理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对的吧？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就拿三个数啊？是不是？那你看现在有多少种？二十四种。怎么推出的二十四种？啊？怎么推出的二十四种？就说我们要从里边拿出是不是三个数？要拿出三个数，对吧？那么第一种有几种可能？第二种呢？几种了？三了吧，对不对？三四一十二，最后呢？两种，是不是这样算出来的？对不对？那么这是四种，完了是三种，完了是两种，那么一乘，是不是就我有排列的多少种可能了？这就是排列的可能吧。但是你会发现排列的时候有重复的吗？没有。你看我有什么一一，这样叫排列吗？这样是不是不叫啊？对不对？哎，这样不叫，能理解了吗？那么我们排列，你看这个方式能生成排列，就是说从这里边生成的，但是这种里边有没有重复的呢？没有。但是顺序上是可以怎么样的？不同的，是不是？你看一二三，二三一，数字都是一样，但是顺序是一样的吗？不是的。有什么一一吗？没有吧。那如果你的密码是没有重复数字的 ，OK 了，我现在就能破了，是不是？你就是数字的，而且你只有四位啊。那么现在，而且你这每一位还没有重复的，你现在我能不能破你？我挨个试呗，对不对？但是前提我要验证密码的时候没有验证码，有验证码我玩不了。对，验证码咱验证不了啊，就是咱们就试密码来说，这样是不是就能试了？但这样有个前提啊，最大的前提是你这个里边是没有重复的，对吧？那么而且你这个值是只有数字的，我写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是不是就能破了？你有英文字母也可以，对不对？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密码没有这样的，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密码吧？这样，有吗？好像没有。那你多脑残的网站，是不是？那么这叫排列啊。那么排列的这个到底有多少个次？它的那个公式是什么？很简单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从 n 个里边选出几个 m 个？是不是？那它的有多少个？什么？什么什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可以，其实你看啊，我们这里边是不是有四个呀？对不对？四四多少？四的阶乘是多少？四的阶乘是24，对吧？那么一的阶乘是多少？是一除以的多少？24，对吧？是吧？你看啊，我们要是四选三，有几种可能？24种吧。那么要四选二呢？我把它现在换成二啊。是不是12啊？
那么四要选一呢，是不是只有四张？这规律怎么找出来的？或者别找了，这个初中还是哪个阶段就总爱找规律，给你一串数字，是不是让你找规律啊？那个时候我做那个题，我靠，我都想打死那个人，我靠，这，我告诉你们吧，是不是？哎，我们是不是从 n 个数里边啊 ，n 的阶乘除以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小数对吧？除以什么呢 ？n 减 m 的。这个叹号表示阶乘，知道吧？阶乘是啥也知道吧？那就好。这样算出来的，你看啊，我四的阶乘是多少？24。那么这个，如果要是4.3，是不是一啊？一的阶乘是不是就一啊？那我是不是等24啊？那么如果24，我这个是不是二的阶乘？二的阶乘多少？是不是2啊？那么是不是等于多少？12啊？那么如果这个 m 要是一，三的阶乘是多少？是不是6啊？那么这是不是正好得4啊？是不是？对，哎，那个我写不出来。就这么记住，这是排列的有多少种可能，对吧？的可能性次数。能理解了吧？我们是这么找规律找出来的啊，但这种规律就甭自己找了，咱又不是做初中数学题，对吧？但是我们这样的密码，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的太实用，是不是？因为仅仅是排列出来的密码，我们不能用，因为一般我们密码是说叫排列组合，对不对？那么还有个啥名词呢？组合。组合，我靠！你也要感冒？别我好了，完了把你传染了，完了你再有了，再给我传染给我。你要感冒就坐后边去啊！因为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可能要强一点，我感觉。那么什么叫组合呢？从 m 个不同的元素中任取 n 个组为一组，叫做什么呢？从 m 个不同的元素取出 n 个进行的组合。那么组合，比方说我们从1、2、3、4，它的组合方式有多少种？你也甭算，我们先看结果。还需要哪个对象，哪个模块呢 ？at truth， 其实写法和这个一样。你把上一个代码粘过来，只不过这个方法名换一下，叫 com 的。那么我取三个任意三个的组合，来执行一下，几种？1、2、3、1、2、4、1、3、4、2、3、4，这个有顺序那么一说吗？因为你看一二三，我们没有3、2、1和3、1、2，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组合。你看，我们是从 m， 你看它这个跟上一个 m 和 n 正好是反的哈。我靠，那挺坑人啊。行吧，那按它这个走，从 m 个不同元素中，是不是从四个元素中取出几个？任意取出三个形成一个组合，那么叫做什么呢？从 m 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n 个的进行组合。那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组合1、2、3，这是不是一种组合？但是我们没有啥什么3、1、2这些的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如果再把它们再有一个排列，是不是就又变多了？对不对？你看组合是不是我们随便拿出三个数进行组合呀？
那这三个数有完全一样的吗？是没有，有顺序之说吗？啊，哪有顺序？你看，有顺序之说，那就排列和组合稍微有点关联了，是吧？是先组合之后组合出来的内容再进行什么排列，不叫排序，叫排列，是不是？那么你看这个组合，是不是就很简单？那你说我用组合去破解密码的话，是不是更不可能了？对，是不是更少了？而且你看它也没有什么一一，对不对？二二三三三，对不对？哎，没有这样的吧？没有这样的吧？所以说这种组合我们也不能去破解密码。哎，那么这个四是怎么来的呀？啊，这四是怎么来的？啊，不是不是，这对，就这个四是怎么来的？怎么算出来的？啊，你看啊，如果我们这个是，或者我给它增加一个吧，啊，五个，我们先五个数选四个，五个选几个呢？选四个，最终会出来几个呢？五个，那么五个选三个，最终会出来几个呢？十个，那么五个再选几个呢？选两个，啊，一算也是十个。那么我们再来写一个，五个，选五个，啊，这不用选了哈，一个，数。怎么来的？这个数怎么来的？你说我们有 m 个数，对不对？你看啊，如果五的阶乘除以一个什么，就是说，如果五的阶乘，五的阶乘是多少？哟，120。完了，除以一个数啊，除以一个，后边是我们是不是 n 呢？我们这是 m。和几 ？n 除以谁的阶乘呢？如果除以 n 的阶乘，我们就拿第一个来算，或者拿第二个来算。那么四的阶乘是多少来的？24。那么如果这样来算的话，好像得不到吧？啊，来，你看是除个五，是不是？是不是？那么如果换个三的阶乘呢？啊，如果我这个要是直接是四的阶乘数还没问题，120除以三阶乘多少？六，这应该得多少？得20了，那不对呀，啊，是不是就不对了？那你说后边是不是还应该缺点啥？是不是缺点啥？缺个啥呢？好像缺个乘以二，是不是？是不是缺个二啊？对不对？你看，如果它要是12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么大现在是6，那怎么能得出个二呢？如果我要用 m 减 n 呢？ m 减 n， 你看啊，是不是5减 3？ 哎，现在看是不是可以了？现在看是不是就可以了？先放在这儿，先放在这儿。那么。我再看上面是不是也有个 m 减 2，m 减 n， 对吧？但 m 减 n 上面这个行不行？啊 ，m 是多少？五，对不对？五减几？五减四，是不是行？哎，再往上推一个，对，哎，120，啊，120，哎，如果 m 减 n 的话，零了就错了。那么我怎么让 m 减 n 中还得与几一，哎，阶乘，是不是？那么下边也是阶乘，下边也是阶乘，你看规律是不是就找到了？慢慢往回推出来了，是不是？那么再往下是不是就都这样了？那么你看规律就是啥了 ？m 的阶乘除以 n 的。m 我写 m 的阶乘除以 n 的阶乘乘。
乘以是不是 m 减 n 的阶乘，如果让数学公式这么写，是不是底下还得加个小括号啊？是不是这么来搞的？这公式是不是就推出来了？你知道这个公式没意义，对不对？因为以后我们用这个公式吗？我用它干啥呀？是不是？用它干啥呀？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组合出来的是我们想要的密码吗？也不是，对不对？那么最后一种，第三个排列组合，那么这个我们去生成密码还是需要这玩意儿。import iter， 只不过这个方法名怎么样了？又变了，叫 product。 product 的含义是啥意思啊？是生产的意思，对不对？那么这个你要传的话，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哎，在里边看，你看啊，先甭管它前面是啥，对吧？它最后边有个 repeat， 对不对？这是默认参数，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我们是要拿密码啊，一二三四五，后边我们第二个参数你要 repeat， 几位的密码呢？四位的密码。你说四位的密码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四位密码的可能性有多少种？相密码是可以相同的，三个一是可以，四个一是可以的，对不对？首先来看排列的组合，第一种是不是有四种可能了？第二个呢？也是啊啊，对，有五种可能。第二个呢？也是五种。第三个呢？五种。第四个呢？五种。五乘五乘五乘五，你去算呗，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值应该得多少。625，你看这个列表里边111112就是我们的密码了，看到吗？这样就能生成出来我们的密码。但是现在我们这仅仅只有625种可能，对吧？真正的密码是不是这样的？看着0 1 2 3 4 5 6 7 8 9，完了是QWE， 还有大写特殊符号一般在密码里很少出现。来，你们也加呀。啊，其实我写个字符串就好了，是吧？啊，这样写吧，就写这里吧。哎，为啥我报这么多错呢？啊，对，我靠，那我这样不写列表了，我靠，逼着我写这个，我靠，0 1 2 3 4 5 6 7 8 9，啊，我就写先写这些啊。那么这里边我拿四个，我不打这个列表了。我能拿出多少种可能的密码？这个我感觉我还能执行一万种，对吧？也就是说每一个里边是不是有十种可能？那么我要拿五个的呢？这还行，对吧？你如果我不写了啊，你把它换成十试试。你看他还能执行不？还能打出来不？哎，那你电脑还行啊，还行啊，小伙儿。什么？他没弹跳一样。啊！换成十了，我靠！我不运行了，我看我运行，我这电脑绝对死，我感觉，我这虚拟机太次了。
让他卡住了，对吧？重启吧，哎。卡住了，对不对？哎，重启电脑吧。啊，好了，那你电脑还行啊？啥都不好使了是吧？哎，重启吧，重启就好了。啊？不可能报错。你内存满了。强关机。是不是要重启电脑的？啊？这你就能测试一下电脑的性能。内存越大的，电脑越好。那你这是没执行完，你这个内存就满了。内存满了之后，自动给你空了。啊，你看这台数字是十位的，多少了？这一般家用电脑我都搞不起了。那一般的密码可能是这样的吗？行了啊，要这样的一个密码。你不行，你再跑一下试试。选一个，能玩。反正我是不跑了，我一个我都不跑了。因为它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存在哪里去了？是不是存在内存里的？它是把一个大的列表是不是存到内存里了？你那个内存不够大，存不下。八 G 的，你十个 G 的，我感觉都白扯。你就这个一般的，你再来三十个 G 的，我感觉都得崩。而且一般的密码现在是多少位？一般的密码是最高是16位，而且是6到16位。你先要这个循环的搞6位的，不行再7位的，不行再8位的，不行再9位的，不行再10位的。我靠！我感觉那所有的电脑，咱们家用电脑全都得废。对，特殊符号里边还有一些，有的可以带一些带点儿的，对不对？带下划线的，对不对？好像其他的不行带哈。